主的圣坛，万圣坛母发财，为着这一代的平安。平常我伫赛德克族的部落，拢是用阮家己赛德克巴来国语，就是大多啊头一句迄款的话语。因为大家听无，所以我就尽量我就用三个月的时间来学台语，来准备一批讲袂认得的台语来分享上主的话语，愿上主的平安祝大家。台先我们要来学一挂赛德克族的国语，我有信心台语我上少会晓十句以上。今仔日我甲大家来分享七句赛德克族的语言，安尼才会公平，这样子平手。好，为了要落实促进多元共融，落实上帝公义，以台湾国家每一个族群都会当彼此来欣赏，彼此的包容接纳，彼此的学习，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宝贵的时间来短短时间来学习族语文化的交流。第一句头一句是马路树，马路树，过一遍马路树，马路树，马路的老鼠，就是平安问候语。赛德克族的语言比台语更加简单。我觉得赛德克巴莱语言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语言之一。我们可以看第十页，就播丁兵，第十页。好，过去呗哈，来平安你好问候语，马鲁苏。我们跟前后左右弟兄姐妹说，马鲁苏。好，第二句哈，嘛是真简单哈，谢谢你，多谢你，是梅花一树。来公这边来，梅花一树。所以我代表的各大雅教会来，感恩永福教会来谢多谢，感谢主的恩典，能够来到当中来荣用神作为威力。所以我代表的各大雅跟大家说，梅花一树。玫瑰花是老爸我都唔对哈，叫梅花一树，一树就够了。两树三树就讲错了，梅花一树。好，第三句，跟别握拳头，跟别好好的活着，加油，就活力，这是祝福的话，来跟别我们的乌龙主将达玛萨达，达玛萨，我们的遭遇者乌龙主达玛萨，达玛萨达。三个各主席肯比尔，台湾主将张阿里，我们一次可以台湾有上少四十五种以上的族语，三个各主就三种。那今天我们学三个各主的肯比尔。好，第四句，莫加拉斯布拉跟高阿斯，越来越困难了哈。不要紧，不要紧，咱倒倒来讲哈，来，穆卡拉斯布拉跟高瓦斯，新年快乐，新年恭喜的时阵，对咱用这句话哈，穆卡拉斯布拉跟高瓦斯。第五句，穆卡拉斯本丁安树，穆卡拉斯本丁安，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哈。好，穆加拉斯就是喜乐，本丁安就是降生生日，树就是地。好，第六句，穆加拉斯本丁安耶稣，耶稣的生日快乐就是圣诞快乐啊，穆
mengawas kepentingan Yesus. Mengawas kepentingan Yesus. 我是行政院原住民组委员会的母语认证委员，所以大家只要六聚会就及格哈。哪边几百分，哪边几百分，最后一句一聚会就一百分了哈。好，五马都艺术耶稣，五马都艺术耶稣，哎，五马都艺术耶稣，五马都艺术耶稣，耶稣听你，五马都艺术耶稣。马上来考试，跟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大声来讲：“有妈都耶稣，耶稣！”再加上台语“耶稣听你”，过来是华语“耶稣爱你”，过来英语哦 ，“Jesus love you”。好，一次来哦，坐过来哦，来，有妈都耶稣，耶稣，对，好。隆重演了，七聚会都会有两百分。来，五马都艺术耶稣，五马都艺术耶稣，大家都一百分，都看到大家，都听到大家的声音，当家最稳定。啊，我会当做伙来彼此啊，来领受上主的疼痛，啊稳定。这个时阵我要唱一条赛德克族的。诗歌来俄罗斯的诗词大意是爱有一个坚定交整的信用来挖靠主上帝仰望上帝来靠主耶稣的信心来传福音让世界人类都可以来吃罪上主的子子神道吗Yo
用一切耶稣来和咱的主耶稣祈祷。徛是上主，赐予咱世界人类上大的一个恩赐。爱是上主赐给世界人类最大的恩赐。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经文，是大家拢耳熟能详。我细汉的时，差不多五岁、五岁，参加儿童主日学，我都会晓用真标准的华语。迄当阵我阁也未晓用赛德克族的国语来读圣经，因为迄当阵拢是爱说要说国语。不说国语会挂牌子，还有立正罚站，抄写100遍。我要说国语，不说不要说方言。所以感谢这个稳定，我们赛德克族一个失落的民族，当地2008年的时阵，4月23号，会当来正名成功，正做台湾国家认同的一个独立的民族，就是赛德克族。我要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我今仔日要用赛德克族的语言来读这个圣经。列赛巴，你单身下面身当然面无那路，都独路那你有那麻烦被包绑无那路。如今长春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要讲一个故事，是甲我有生命见证有关联的故事。有一个赛德克族的猎人。要成为一个猎人，就是要有贴心。也当家最一个猎人，就是要成为一个赛德克巴来，就是要有贴心，爱与分享，来分享一所怕来的这个猎物，分享给部落族人，特别是鳏寡无依，较寡白人、软脚人，最后呢，才会把其他的猎物也再分享给自己的家人，会优先给这些比较穷困困乏的部落族人。这个赛德克族的猎人猎名叫瓦丹诺干，瓦丹诺干伊是闪电花的，是一个赛德克族的猎人。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也就受到当时的日本国征召到南洋打仗，但是伊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伊去南洋打仗就无够回来，就留下了他的野太太，甲野四个囡仔。在查某囡仔上细汉的时候，伊迄当阵拄啊40岁，没有再回来，一直到现在，69年来都没有他的消息。后来伊的唯一的儿子，伊上细汉的囡仔，就是伊后生，后来就受上主的拣选，伊读玉山新学院，去华联读新学院。伫1969年时，神学院神学造就完成，就来回到主居地当道观仁爱乡的所在，开始进入福音的合场。瓦丹诺干的一个后生，伊个名叫尼罗瓦丹。尼罗瓦丹甲伊个爸爸同款，是乐善好施的，也是一个猎人。
啊，伊当初四十几年前无会的时，在牧会的时候，一般原住民的部落的牧者的下令，就困难。但是上主都不断的供应。伊当初下令，差不多是200块台币，但是仁爱乡公所、南投关仁爱乡公所的公务员，他们的每个月的薪水就已经有2800块，所以那时候牧者关主民从家里下来是公务员不到1/10的薪，但是这个李罗万的一雄雄安尼讲啊，享受在服侍中啊，我也当家最上最努力，这是上最稳定，我原来是不配的，但是上主竟然看算了。阮西德各族嘛，真侪上主的家己，咱台湾人拢会当真侪上主的家己，因为在旧约时代，我们知道上主只有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上主的选民，所以伊知影这是上主的恩典，伊用感恩的心来传福音，哦，家己西德各族的部落，所以他不遗余力的，很喜乐的来围住来做罪羹。最良来为主来做见证，这是一世人最欢喜的代志，就是会当来传福音，会当吃最上主的萝卜，这是他最喜乐的事情。那么在 不管是教会的事工，还是部落的土地的问题、公共事务，关心台湾国家的前途，他都参与在其中。在1982年，7月1号，就是第31年，迄个时间，他在开车的途中，为了要送隔壁教会牧师甲牧师娘回去，因为那个时候公车只有傍晚就没有公车，然后要送同工回到庐山，在罗丢的时阵。落实，那么有一个车砍换大的石头，对山顶从山顶滚下来，击中这个车子，李罗瓦旦一度安尼来殉道，结束了世上肉体的生命。一旦从伊妈多西藏鬼，因为伊是1942年7月出生，所以伊是1980年，那时候正好都多啊西藏的，留下了他的他最亲爱的妻子，塞琳娜，塞琳娜两个查甫囡仔，上大汉是后生。感谢主的恩典，咱今日度的性命。会因为着咱肉体的活命的结束而结束。感谢主的恩典，基督徒的生命可以借着上主的话语，透过上主的话语，会当来传承基督徒的性命，哦，基督徒的性命会当一代传给一代，薪火相传，延绵不绝的，一直到奉召归主，还能够有下一代。继续的将上主的话语传落去，使基督徒的生命一直都不至于间断。感谢主的恩典，瓦旦罗干的孙啊，都是李罗瓦旦的后生，在19岁的时候，就受上主的呼召拣选，他。有三星阿姨26岁，就是第1989年，有三星阿姨1990年毕业，完成了神学的操练跟造就，1996年开始也进入到福音的合场，来对华联到南岛接手来传承父亲福音。福音的传福音的衣钵，
啊，这个迪罗瓦旦，这个后生，就是今仔日，大家分享上主话语的瓦旦迪罗，就是我。我身为一个殉道者之子，也会当吃罪上主的奴仆，这是我一世人就光荣、最骄傲的一件事。我能够传承我阿公猎人的精神，虽然部落的人常常都说：“哎，我当地了哦，他打猎都猎不到猎物。虽然我不是很会打山猪、山猫、山羌、山羊，但是猎人的精神是我有信心。我用猎人的精神抵告辉。”的部落，关心台湾国家的前途，关心灵魂得救的事，关心部落族人拢会当来信耶稣。这是我用猎人的精神，用在这个关心上帝国的宣教这个层面。所以我感谢作为稳定，我有我祖父的猎人的精神，也有我父亲这种，我爸爸这种非常，坚韧不拔的，精神来传福音。感谢作为稳定，我对细汉到今嘛七十几岁，都有上主的恩典。在小时候，因为我阿公七十岁。我爸爸马西长辈蒙主恩召，部落的族人有一些耳语，我听到了，令我恐惧。大家拢讲，这瓦旦家族拢不会过四十啊，有这个魔咒。我虽然是牧师的囡仔哦，但是我听到这款话，哇，我就很惧怕，我就祈祷上主啊，我难道我也是这样的命运吗？但是我这句话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说出口，只是心里面害怕，我没有说出口，我怕我说出去人家说我胆小贪生怕死胆小鬼因为赛德克族是不轻易的求饶，不轻易的投降的，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从塔西哈伊一直到在牧会的合场。那在参与上帝国的宣教，来传福音，来为主来罪更罪良，来开始来参与教会的事工、部落的公共事务，来参与上帝国的宣教。刚刚慢慢的，我已经忘记了这个事。最近在回想，那个时候小时候的那种害怕，现在想。那个都已经是，好像都是芝麻蒜皮的事了，这是作为稳定，我话当超越了，主耶稣33岁世上的肉体的生命，也超越了我阿公跟爸爸的，岁数，所以当我讲这个故事，我话囡仔，我两个哥最长囡仔，后来因公。爸爸你是长寿所以我就感到很安慰不管我们人生的岁数如何，对我来说我在上主面前的一个宣告，就是把每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天来活，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掌管修罪修丢，因为上主是历史的主，是命运的主宰，我们只有感恩，只有感恩兄来阿罗感恩与颂赞，然后我们来回应，用我们的一世人来回应来服侍上主，因为咱丢了教会，我们的信仰的精神就是一生单单为荣耀上主而活，为主而活，因为咱信耶稣以后，我们现在活着，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阿门。我也愿意学习阿西哇阿公，学习我父亲啊，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部落族人，跳上家的家庭、家的部落的人，捍卫自己的土地，爱自己的民族，爱赛德克族，也爱所有的台湾人啊，也爱上主说创造的世界万民，用这样的情怀意念来服侍上帝。让每一个人，使我们自己每一个信仰虽然拢假罪救难的救火，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众人的祝福。有意义的人生，头一项就是要有一个坚定交诚的信用。有意义的人生就是要有一个全备，并且是一个坚定，要有一个坚定的基督信仰。头一项有意义的人生就是，要有，有梦的人生，就是要有梦可以想。我们每一个都有梦想，我们用信仰的术语来讲，就是靠主耶稣，凭着上主所让每一个人的信心，来得到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咱有信心，咱就有盼望。何处有信心，何处有希望，何处就有爱。第三项上大的就是疼。所以第三个，第三项有意义的人生就是爱。有人通疼，爱有弟兄会当撒疼，要有对象可以爱，要有爱的对象。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上最伟大安尼甲是咱。我们爱，因为上主先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上主安尼来疼惜咱世间的人，咱。用上最疼来回应对上主的爱与恩典。我们要爱上主，疼惜咱的上主。我们也要爱我们自己的家庭，爱上主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爱教会。教会中间有牧师，有传道者，有教会教会领袖、长老、执事、各团契的干部、各小组的同工，有少年人，有少年人，有青年，有囡仔人，有查甫，老弱妇孺，教会各个年龄层，每一个兄弟姐妹拢是。咱要疼惜的对象，因为我们在教会中间是一个集体，我们是同一个肢体。虽然我们是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族群，但是咱的上主教会，包含永福教会、德克代教会、台湾基督教教会有1244间教会，咱是一个集体。是一个大教会的主来宾，我们是同一个教会，是台湾基督教教会，所以咱嘛要三听，不管是我们永福教会300多个来主日礼拜，华语堂、台语堂，每一个兄弟姐妹，有的人是有患病，还是有困难，无法度来主日礼拜，因嘛是阮的永福教会的朋友，阮嘛是爱关心伊。每一个弟兄姐妹，阮主人的教会，普罗人的所在的教会，是客家教会，将共无共作本语言的教会，拢是上主的教会，我们都是一个肢体，要彼此来撒疼。那么爱疼惜咱家己的族群，也爱我们自己的民族。我是赛德克族，我绝对。比大家
还要更有更大的责任爱自己的民族，因为我是赛德克族，因为我在赛德克族的部落，我了解赛德克族人的需要，所以我嘛爱委身在自己的族群。台湾有超过一千七百万以上拢讲台语的族群，葫芦的族群，拢是咱讲葫芦话兄弟姊妹爱关心的对象。因为语言的问题较方便，啊，我台语讲袂认同，啊，都台湾族民都较无法度讲更深的主语来传福音。但是咱总是安尼，咱爱彼此相听，不管是原住民、葫芦人，还是客家人，每一个族群彼此合一在基督里，彼此来相听，彼此来学习，彼此欣赏，彼此包容，彼此相爱，这是上主所欢喜的代志。第四项，咱就是爱疼惜咱家己的国家。台湾有2300多万的人民，台湾是咱共同的国家。不管赛德克族，还是感谢主、赞美主，我们都要爱我们的台湾这块土地、这个国家及所有的人民，包含真侪新住民。也移民到台湾，给予台湾人有更多的其他族群的其他国籍的来到台湾，来到台湾这个土地，咱都爱嘛爱关心因，爱关心台湾国家的前途，台湾的政治经济各样的发展。我们看到电视媒体最近的一些政争的风暴，给他都爱。以基督的心为心来看这件事，来关心我们国家的局势，我想最疼的当地这个土地，使台湾国家能够有上主的爱，我的台湾人民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国家人民。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台湾人，特别是在居高位的，能够有智慧、有贴心，来让我们国家能够成为蒙福之地。第五项，咱爱贴心弟兄就是普世的大家庭，就是 THK 天下一家。普世的大家庭都是上主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宇宙穹苍、世界人类70亿的灵魂得救，都是我们要关心对象，包含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水中游的，每一个上主所创造的土地、山川、森林、海洋。所有上主所创造的受造界，都是我们要关心爱的对象。有意义的人生，第四项就是爱有工作当中，要有事可以做，有工作可以做。我们是农工商，每一项代志，我们都可以参与，只要是能会当来因耕上主的名。帮助自己生命的成长，提升国家的竞争力，能够服务社会，也当帮上把人，也能够帮助自己使自己有益处，能够帮助自己的家庭，有稳定的收入，安尼就是真好的工作。我们绝对有这个智慧，因为上主给我们聪明智慧，给我们自由意志。上主创造我们身为一个人，上主已经给我们那个能力，也当去有一个爱心、真知识与判断力成长，让我们可以去选择适得其所的工作，当来荣神一人。
天底下最愚笨的人就是没有使用啊，没有足够的这种爱心、判断力跟真知识啊，选择了去做伤天害理、损人又不利己的事情啊，卖毒品啊，去啊杀人放火，很多一些无法度来因公受罪名的代志。所以求主帮助咱，让我们有爱心、有真知识、有判断力、有贴心来服侍上主，在我们自己的工作职分上来荣耀神，这也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所以基督徒上主的孩子，每一个信仰所以人做工会要拍拼，要敬业乐业，要在我们自己工作职场上，我们要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靠主上主的这个圣灵的能力以及智慧，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来引耕雄罪名，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也蒙神赐福。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文书，上主赐给我们百般的恩赐，都不同的文书，所以我们每一个士农工商每一个工作都可以来荣耀神。第五项是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为主来做见证，就是要来传福音。这个工作是每一个人都爱做。虽然我们在世上的一些工作都有不同的条件跟要求，每个人不一定都做一样的工作跟职业，但是传福音是每一个人，不管是牧师、长老，是少年人、青年人、囡仔人、原住民、赛德克族、布农族，还是婆罗族，感谢主、赞美主，我们都要传福音。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天职，因为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我们信耶稣开始就有这个责任，一直到奉召归主。到主耶稣来为祭，拢爱一世人传福音，因为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来传福音。啊，咱基督徒就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肢体，我们的任务、咱的任务甲使命啊，都是要来把上主的爱传出去，来领人归主。上好一项有意义的人生，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莫爱咪妈人，如果不大家讲莫爱，大家要哪讲？好人嘅比替人国靠福气哦，一直都学不会。今天完整的讲一遍哦，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主耶稣一说共勉，在《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感谢主的恩典，阮德克大雅教会为着教会需要，我代表德克大雅教会来请安报告，来运用上主的话语，过来报告阮德克大雅教会需要，为着永福教会贴心的奉献，来献上感恩。愿上主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赐福永福教会。请求永福教会这个名赶快永远得到上主的赐福。阿门。我们要常常宣告，我们永福教会是永远都蒙福的教会哦。我们来介绍我们教会，我们德克大雅教会也是赶快也永远蒙福的，因为玩德克达雅的艺术就是蒸蒸日上，信仰也当，信用也当，来向上提升的艺术就是德克达雅。德克达雅玩德克达雅教会是在台湾中的所在，是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圆明路111号，在太雅度假村为
惠孙林场的所在，从我们永福教会，我当走的路线是永福教会街74走这个山上街，国道三号下国道六号，再走台十四线往国姓方向，再继续往前走，到走几个弯就到我们德代教会，差不多归往打到安归59分钟就会到，今天早上开50分钟就到，所以大家来那边来，到部落，踏踏青，都欢迎大家，我们乐意来分享，想住宿伙伴。赛德克族的稳定就是空气很好，有山有水，青山绿水，有鸟叫声，我们在都市听到的是很多工业的声音，车子的声音，但是我们不是在山顶，我们是在山下，海拔只有300公尺，那我们教会已经有60，从1949到近64年的宣教历史，从88水灾第一次建的礼拜堂被冲坏，就到现在的位置，用木造，最早是茅草、木草，再来是用木头，也就后来盖现在的钢筋水泥的大的礼拜堂，那么我们盖完了，盖好，但是呢，因为经过特别是在14年前的921，还有这几次的大台风，我们重建了，但是有经过这次的地震，这几次的台风，还有14年前的921地震，就有一些龟裂需要再修建，那么我来这边第7年，感谢主的恩典，我会当有这样的经历。阮拄仔来的时阵，我们一年的经常费收入是18万，那时候是12门徒，刚好12门徒做礼拜。后来阮每一年不断的成长，上主，我相信上主是天助自助者。上主帮助自己愿意成长振作起来，我们当我们这样子，虽然我们回忆咋贵耶，但是我们现在慢慢的，上主也每一年每一天都加给我们，我们起码有25位以上主礼拜，现在也有41位陪唱会会员，现在大约稳定就是25到30稳定的爱主的弟兄姐妹，那工作会当心来塞雄助，我们今年归野合会也有42万，从18万到现在也有成长了，倍增，我们的目标是会当50万以上来做礼拜，每年会当90万以上的经常会，这样我们才会当来平衡我们的收支，也能够做更多的侍奉，很主要是儿童和少年的事工，因为少年人前一辈几世人在部落为教会为家庭为部落牺牲奉献，老年人需要的照顾，爱心的照顾陪伴，孩子人我们先第一代第二代会有都慢慢的回天家了，蒙主恩召了，那我们需要传承信仰福音的传承，所以我们从儿童儿童族群来培养，来传承这个信仰，所以每个礼拜每礼拜拜祭、拜三、拜五，还有主日礼拜，就一礼拜上少4天是。儿童、少年拢会来教会，所以我们礼拜堂自己盖，但是建筑执照、使用执照，
很没有办法申请下来，多年来都没有办法。那我们要面对的是，程序违建要罚金28万，那么后续的这些土地的问题，而且爱该管，所以那我们我7年前以前来的时候，传福会就已经欠了快60万，那到今年为止还是欠50万，也意思是说我来了以后才慢慢的有信心来，那前面的呆账都无法都来，因为我们还有施工要推动，所以感谢作为稳定，我的血泪比我爸爸还要多很多倍了，所以这些东西想作为稳定，我们当地这个部落，我们很清楚我们的使命。虽然我们不像永福教会300多人做礼拜，我们是您的1/10，大30左右，但是我们有赛德克巴莱的精神，因为我们相信上主他的大能大力比随着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作为稳定的透过那些透过永福教会来帮助我们，来关心，来奉献，完成安德克莱教会需要。欢迎大家有闲有时间，随时一日游、二日游，来听赛德克巴莱故事，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生命分享，将上主熊熊作为天堂的稳定。彼此来分享，因为这是上主所欢喜的代志。这个时间，我阁要来唱一条歌，来作为结论。赛德克族的这是我阿嬷，我细汉的时候，我阿嬷她会一首日本的福音诗歌。他用日语教我，那后来我感觉都翻译成华语跟赛德克族语。好，有听过的会唱的，你当作会来唱。阿里嘎多，母后的巴代耶稣，感谢主耶稣。阿里嘎多，素巴拉西美古米哟，阿里。我爱耶稣，让你那名。
땅 하나를 꼭 놓은 神大马大 예수 感谢耶稣 使我们因此在每一天感谢耶稣 保护我们在每一天感谢感谢耶稣赐福保守我们我们要信靠耶稣直到永远靠耶稣的名祈祷 阿门 这是我们三个来奉献。